因为犹太人他想用律法来规范，用人性来规范，所以他要求的是肉体上的东西。但上帝今天要改变的是心，对不对？是。犹太人他想用外在往里头加工，加工这个肉体，但是上帝说一生的果效有哪方子的？是。所以神来了，耶稣基督不是要改变你的肉体，所以他不责备那些罪的娼妓，他就责备那些装的人，越装他越 责备，并且说那些假冒伪善的本身和法利赛人有过的。他为什么说有过的？就是因为他们装，用外面肉体去装，而不改变心，那心没改变。但神今天要的是什么呢？心。神要的是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动工所结出的果子，更新结的果子。正如以弗所书说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说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导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什么人？旧人。是脱旧人坏心人产生的果效，对不对？是圣灵做工，我信圣灵在我身上做工，脱旧坏心所产生出的果效，并不是我今天人性中间的加工出来的那个行为。加工出来的行为是自我的东西，我的意，对不对？当一个人当他立自己的意的时候，就不服神的意了，对不对？是。这里的行为不是自己的意，千万不要把这个你跟弟兄姊妹说，你信心得有行为啊，有许多弟兄姊妹就误导了，就误导到哪里去了呢？人在那装啊，在那板啊，在那手啊，在那硬憋呀，就憋行为，憋出的行为在上帝那里算不算呢？不算。上帝要接的，上帝不要憋的，上帝要进的，上帝不要守的，对不对？任何人今天被误导到这里头说你今天信心的加上行为啊，他马上把自己的想法自己这个规范出来的东西加上，一加上就证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管为他加上他的行为，好像那行为要没有他自己下的行为，主的救恩都不管为。所以主要改心，那在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更新，更什么呢？凡是你的好的坏的都不要，他就专要主在你身上更新的行为。凡是你的好的坏的都不要，你还不知道啥意思吗？只要从亚当人性来的东西全部埋葬，只要从亚当你人性来的东西，好的坏的，你认为好的认为坏的全部埋葬，全部脱下。他把这个人脱下了，你再没有这个人了，现在换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脱旧人换什么？新人。他要换人，不是要换个性，换人的这个秉性，不是他换人的秉性，那人没换的秉性他永远都是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换人。这里面说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二十一节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真听了吗？这个领是领受，对不对？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下面就不是好好改行为啊，没有这话，对不对？下面不是改行为，下面是什么呢？把人脱掉，对不对？把人脱掉是脱整个人，有没有改？没有。有没有改行为？没有。把自己的行为在那板呐、手啊，在那憋呀，憋得好好的。一个信息得有行为啊，就把这行为加了。人性中间那个本性老亚当那个旧道的那个人，那个行为就加了。加完了还叫神夸我，咱不是说这个不好，就是那个不好，就你不好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个经文吗？这个经文细细嚼嚼来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真听了吗？下面听完不是下面是行道，下面听完是什么？领了他的教导，下面是学了他的真理，学完真理之后的呢？下面是脱，对不对？
修行，那佛教的道理不是基督教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理，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修行，没有这么一句话告诉你修行的。修行不是佛教，就是伊斯兰教，对，再就是道教，不是基我们基督里的没有这个，圣经里没有这个道理，修行啊。那这个行为是修出来的吧？不是，圣经连用这种话修行这句话都没有。如果圣经有修行，那圣经整个的圣经讲的和佛教没有什么两样。基督教和所有的宗教不一样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基督他所指教我们言语是什么呢？是脱旧的唤醒的，不要自我，要基督。唯有基督在你里面去活着，才能活得越活越像神。是他的，他让我们脱，脱完了再穿，是不是啊？听了他的道，听没听？领了他的教理，没领？学了他的真理，学没学？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什么人？旧人脱掉，对不对？不是用这个旧人本性，再来改一改，再加工加工，去加工这个人。加工加工，改一改，在人性本性中间加工加工。谁来加工自己？告诉我，谁加工自己？举手我看看。从前加工加工过，加工在这板没板过，在这修没修炼过？修炼过。我没说错。我没说错，就普天下的教会现在大部分教会都在那修炼，人性中间自己在那修炼，人本性的大肉体在那修炼。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信了我的话，你就得灵，你就得生命，是生命上的转换，是整个生命上的改变，是内心里上帝给你换一个软件，对不对？是整个人性中间生命上的一个转变。那心不转变，那生命不转变，你说外面你怎么加工、怎么修理、怎么板、怎么手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因为上帝要的标准实在不是我们的标准，对，实在是我们所行出来的。圣经说他的爱是长阔高深，是长阔高深，不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你都测度不了的这个爱。你用人性能达到他的标准吗？上帝要的标准是必须达到他的标准，他要的是毫无玷污、毫无瑕疵、毫无皱纹，要这样的生命才有意义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生命，就算你今天你行为好了，在人面前是不是都好了，但是你还是没救到我生命，你不由自主，你里边不由自主的就在自导啊，就在自高自傲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你的人性中间的东西，只要是你人性中间的好的坏的上帝都不接纳，你信不信？你可能也献祭像该隐一样，用的是逆宫之法，并不是用的是信主之法。亚伯献祭于神，他因为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献的更美。建立在什么信的基础上，不是逆宫之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希伯来书就直接说亚伯因着信，他因为信所以献的美，该隐因为没有信所以献的不美，上帝不悦纳。也就是说人本性的东西像该隐一样，恶人献祭也是一个话说的，对，他本人人不对，人是恶人，用恶人改观一下、改良一下、规范一下，就把这个人献出来，僵尸，对不对？把僵尸献出来，上帝要的不是僵尸，要的是什么？活人，活人，你从前的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。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？献活人，不要献死人；献圣的，不要献死的；献义的，不要献罪的，对不对？
献儿子不要献母子，献饼不要献肉，对不对？献天上要献地上，从神来的神才越大，从人来的再好还不如越大。不信就试试看。我这样说弟兄姊妹，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那就说，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还是不知道。那人干什么呢？人不得有责任吗？经常有人这么问你，有责任吗？人的责任就是死。你信不信？信。人的责任就是借着信心死。你什么时候死了你就好了。你信不信？信。人的责任是死啊，是凭着信心死啊。我死了基督就活了，基督活了那你就没有你的荣耀，没有你的荣耀你就不抢夺荣耀，不抢夺荣耀将来上帝把荣耀给你，对不对？你越不求荣耀，你越不要荣耀，不归荣耀给自己，上帝越给你荣耀。你越觉得我什么都不做，上帝说你什么都不能做。你越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，上帝说你什么都不能做。你要觉得我的肉体还有一点良善的，那上帝的良善就不会给你的。你要觉得我肉体没有良善，上帝把良善给你。现在用的是不是我的良善？用的是主的良善。主给我的良善，借着他给我的良善，在这世界上彰显上帝的良善，彰显上帝的荣耀，彰显上帝的智慧，不是我的，一点也没有我的，所以我没有可怕。我只能趴在地上说：“主啊，什么都不是我的，都是你的，对不对？”对，你一点人拿一点夸口，有你两点人拿两点夸口，没有你一点人就一点人没有可夸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就是今天上帝要的，上帝不是要改的，不是要用这个肉体改的，他下面是说，你看，如果你们真的听过他，真听了吗？听了。有的人听了耳，这个耳朵听过，这个耳朵忘了，没听着。他说你如果真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什么人，行为不好。他不是要用这个旧人来建立一种什么标准来讨神的喜欢，不用地上的人讨天上神的喜欢，要用天上的生命讨天上神的喜欢，要用基督从天上来的生命讨天上父神的喜欢，好不好？好。耶稣在旷野中间受洗的时候，就有圣灵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我喜悦你，对不对？那上帝喜悦的是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，那今天我必须把基督的复活生命接到我心里，并且要长大成人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那个属灵人活出那个样子，那个形象就是道在肉身中显现出来那个形象的样子，乃是上帝所喜悦的，所以要悦纳的，对不对？那犹太人他凭守律法来加固规范自己，正是上帝讨厌的，正是耶稣来责备的这件事，正是耶稣不要的。最后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还是不交警，还是不觉得这句话是对他们说的，说睡和娼妓到底你们先进什么国的？你睡和娼妓立的是谁的意义？神的，因为他自己不行为不好，立的是神的行为，立的是神的义，他自己的义没有义，所以他立神的义，正迎合了恩典时代因信的义这个义。而犹太人立自己的义，不服神的义，这是正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的说法。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，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，他们有没有得救啊？他们没得救，所以保罗才说，我心里所愿，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证明他们向神有热情，当然不是按照真知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意，想要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谁的意啊？他不服啊！你要说你没有意，他不服啊！现在有许多人，你说你根本就没有意，他不服啊！我咋没有意呢？神说你没有意，你真没有意，我有意，你要不要？你要。因为他现在里面已经有了自己的意义了，这时候神给他意义还不要了，拒绝了，不要，我不要你了，我就守一法就够了，我就守规条就够了，守完规条我用规条来规范我的什么行为，所以像规范出来的行为，这是正是雅各斯，你的这样的信
是没有什么，没有行为和行为，没有行为和行为。上帝要的是什么？有行为能结果的信。那什么样的信是有行为的信呢？什么样的信算是有行为的信呢？必须是什么？因信而来的义，因信神而来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，这是有行为的信，对不对？对，必须让自己加强到这个行为，是有行为的信。这个行为不是人的标准的行为，对不对？你里面没有怜悯之心，你怎么说你就用最简单的世上做人，你都没有怜悯人的心。穷人到你们面前，你说你们什么平平安安回去吧，上天有存在，愿你吃得饱，愿你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没有怜悯人的心，他在哪里下？犹太人在哪里下？在律法以下。所以在律法以下的人，他是凭肉去守，他心没改变，心还是恶人的心，对不对？只是外面人性假装了一下，装了一把，内在的生命没改变，内在还是个人的心，还是个人的生命，那灵还是我的灵，罪人的灵，不是义人的灵，对不对？义人的心是被洗净的，清洁的心，无愧的良心，无伪的信心，有爱就能生出爱心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，犹太人没有，犹太人顾念的是自己，他不顾念别人，他没有那个爱。你想让他有行为，他也没有行为。所以你不说这张圣经说什么呢？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什么？坏的。旧人是渐渐变坏的。下面说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里改换的心。那旧人变坏就得把心改了，对不对？神要先改心，人要先改外面。你们说先改外面好，先改心好？先改心好。先改心呢？得民心，有一句话说得民心者，耶稣正好得民心呢。他要得心，所以他才得天下。今天弟兄姊妹的心都向着主，不用人教我，你都会敬畏主。你信不信？心先归主，我的心先归主，不用人教你说好好爱主啊，好好敬畏主啊，好好什么侍奉主啊，不用。人这样教你，你自然那心是主的心了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现在心改变了，不是强逼着你，你心没必要，我叫你赞美，你有口无心的，你信不信？你心里面不想，我叫你奉献时间，你说我家里还有丈夫还有孩子，是不是有？我说你心没归样，现在叫你坐在这里听道，你的大肉块坐在这里，就一个大肉块，就一堆肉在那坐着，对不对？那灵没有了，那灵跑了，对不对？那是要求出来的吗？不是。而耶稣基督来了，先改心，先改人，不是先改物质的。而我们得万事都跟个大肉体的肉块啊，改个肉块，使着板呐，使着手啊。耶稣先改变，他知道得心了就得罪了这个人了，没得到心，那就得不了这个人。我昨天讲，伊丽莎为什么可以把牛杀了，用套子的器具煮牛肉给当吃？你们现在能够做到伊丽莎那样吗？两头牛杀了之后的分给，两头牛现在能卖多少小钱？啊？我讲。一万多，两头大耕牛啊，一万多，杀了来分给人，不是卖的，那这根本就不是卖的，对不对？是卖的吗？不是卖的，分了，分完了，一心无挂了，还得走，活下来就
进。你怎么改变的？你怎么改变的？一压把一件衣服搭在他的肩上了，对不对？那件衣服可了不得，那件衣服搭肩上像谁？谁就得跟伊丽莎一样。你信不信呢？那件衣服代表什么呢？那件衣服能打水，就是卷起来，一打约旦河的水，约旦河的水啪啪就分开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在那，水就过去了，可能陆地就过去了，干地就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件衣服那是普通的衣服吗？代表耶稣基督的衣服。你有主的意啊，你就可以在所有的路上畅通无阻的，对不对？一切艰难险阻，一切阻隔都会为你挡。我们不分开，你有主的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衣搭在谁肩头上，谁就活上了。对不对？你们叫我窝上这词叫什么？这天活窝上什么也不顾了，对不对？别人说这个伊丽莎，伊丽莎疯了，就伊丽莎搭着一个什么衣服搭在他肩头上，他就把牛都杀了，都分给别人了。啊，啥也没有了，现在不干了，不正业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搭了一件衣服，就起到这么大的作用，就跟着伊丽莎就开始跑，这跑那那跑那，直跑到伊丽莎身边，他自己回头了，还继续跑。没有伊丽莎，伊丽莎已经升天了，他回头把这衣服捡起来，是不是啊？把这衣服捡起来。照样的拿着这件衣服大姐又回头走他的主人所走的路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的老师走的路，我们今天都是啊，走老师从前所走过的路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基督是我的老师，他所走的路我们要走，他所喝的杯我们还要喝，而不是自己来的改变，对不对？而是舍，而是散，而是偏，而是丢，而是扔，对不对？你的东西都全部扔掉，捡起来准备一个，好不好？好。你那杖先扔掉，像摩西的杖扔掉，变成一条蛇再抓起来。现在就是这条蛇，就不是。又变成杖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条从死里复活的杖，对不对？是有生命的杖，是压着灵命的发芽的杖，是死里复活的杖，是有能力的杖，是可以击打海水的杖，是在前面给以色列开道路的杖，对不对？对，绝对不是你原有的生命变了，死一变要从死里什么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可以开到我们，对不对？那是原人本性的那个障碍，原来老我的那个东西啊，没有老我的东西，没有我的，他是现在是脱旧的，整个旧人全部脱掉，没留下一点，留下一点你都不行，留下一点你都有话可说吗？一点都没有。叫你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死亡，这是完全靠主的力量往前走，叫你知道你走每一条路主都是他的力量，当然你们在带着你走，对不对？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这个人变了，对不对？整个这个人变了，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加工完了，就跟洗干净的做个，这一个人在那里头，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，两个人有一个是脱下的，有一个是穿上的，对不对？这样才能有好行为，但好行为是新人扮出来的，还是我自己肉体扮出来的？明不明显呢？这经文都明显的，他是先把人脱掉，那人不行。他不是改人性，把那人性好改改，那性情不好，把那性情改改就完事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圣经说把前面
谁呢？谁编的？谁编的？经上没有人编，对不对？经上这么记着，对不对？因为先人才有真主的仁义，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才有真主的仁义和什么圣洁。先人呢，这人变了，对不对？那哪是跟本性中间的？我加上行为，一说你行为就加上行为，啊？我的行为还是圣灵更新的行为。那你现在清楚？我的行为还圣灵在我里面更新后那种行为。没错。要是我的行为圣灵还用在我身上麻烦吗？还用更新一麻烦呢？那不麻烦吗？我这个人加工加工，我这人规范规范，把我这个诱人规范规范，就可以做的达到这个标准，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子，就是这一个人有新生样，还用更新干什么？还用脱旧人换新人干什么？没必要的，神多此一举的，是不是啊？是因为我这个人已经没有良善了，已经达到恶极了，没有良善，一点良善都没有。正如保罗说的呀，那才能达到更新的目的。你要发现我这个人根本就不能行善的时候，就说正是一举一动要在你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。你要觉得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做的，我就这一个人更新一下，我这一个人规范一下，把这个人旧人规范完了之后就能达到基督标准。那你这个人到耶稣来的时候，你还不明白？因为根本不，因为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什么话，你建立在你个人你自己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信神是建立在自己的想法上，还是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摸的在走圣经我记载的这个道路？你这个地方很关键，很关键的。因为什么有许多人，他为什么走一百年他都是那样？他还是走自己那条路，他还是转到自己那里去，转来转去就转向了，转向了，他就认为那是北，南太多北，北太多南，兔子太多耗子，耗子太多兔子。花眼了，对不对？人眼花了，眼花柔了。那个有几个圣经，有几个眼花的人，就是以撒，还有老以利，对不对？那眼花的人呢，他有个毛病，对不对？他辨认不出来是谁，眼花了吗？那一眨眼要不瞎，那老眼不花的，对不对？他眼不花，怎么能把祝福给雅各呢？啊，他怎么能做这件事呢？这也是属于神。你眼不花，你眼不瞎，那灵眼不能睁开，灵眼不睁开，你就肯定祝福错了，按照肉眼祝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今天叫你的眼瞎，耶稣说你的眼睛多瞎了，就没有什么没罪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。你眼瞎就是照神的旨意做事，你眼没瞎，人的肉眼还开的，你肯定是按照你的肉眼。那大的那一扫是伤子，那雅各是次子，你肯定这么认为，对不对？所以眼瞎是好的，瞎的对，瞎的很，瞎的妙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瞎的好，瞎的对，瞎的正好，瞎的是神旨意中间，对，瞎的是旨意中间，他要不瞎都坏了，雅各就得不着那个丈夫，明白了，对不对？神要他瞎，他非得瞎着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雅各书这个雅各书何等关键！如果我今天讲完了，你还能转到起初那个状态中间，就证明今天根本就没领受，你领受不了。肯定跟他们讲的不一样，他们讲的信心加起来，肯定把雅各书上这个就东西拿回来，就按肉体信心规那个肉体规范规范出来好行为了，出来好行为自己在那板发好行为，因为雅各书说了嘛，你信心得有行为啊。所以他现在就误解这段经文，就信心在自己来的加持了，规范自己，把肉体规范到一定程度了，就有信心，是吗？是不是的，提到雅各书
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是自己啊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当然，圣经说，耶稣说，你的信救了谁啊？救了你，救了你。耶稣说这个信和这里犹太人这个信是不是一个信？不一样，不是一样。这里是责备犹太人那种信，不能救他，对不对？而耶稣说的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这段经文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，这经文是多的是者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会多。是，信是所望之事的，是未见之事的，确据的。人可以有信，你却不能给他行为。你看这信这么多的，你就信的妇女是什么？有福的。对，就按照你的信给你什么？祝福。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信。所以主耶稣就多次在问瞎的，多次在问那个瘸腿的、耍大麻风的、那些得疾病的，他们都是这个信得救。所以那个信和这里的信不是一样的。对。对不对？这里强调的是犹太人的信，你的守律法的信，一面守律法一面信神是一味的，这个信不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信什么呢？信神儿子的，信耶稣基督的。有了神的儿子就有谁了？就是这个信不对的。他光信神是一位，这个信对吗？下面就守律法，不要耶稣，把耶稣钉死。那这个信能结出好果子吗？是说犹太人的信没有好心，不是说平时的外邦人呐，那血肉夫人来到耶稣面前摸一把，一下血肉指出了。耶稣回头说：“女儿，不要怕，你的信就不信任你啊。”你看这个信和犹太人的信一个样，这信有行为啊，有行为的信的，他相信我要只摸他一下。心里相信，手就去摸一下，是不是行为？是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这是有行为的什么信心？是真信，而犹太人是假信的，伪装出来的信，对不对？说无伪的信心，这伪装出来的信和伪装啊？什么叫伪装呢？伪装的。其实犹太人有没有信？根本就没有，那个信都是假信，根本不是信。他因为他信的不是耶稣啊，他信的不是神的儿子啊，所以才导致在约翰之书这里说这样的话。愿你说好不烦。原遗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，第二十二节，从二十二节来看，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他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为什么在这里头也提到这件事？就是因为犹太人就说死也不认识耶稣是基督啊，他不认识，所以约翰也在这里责备，雅各也在这里责备他，那就是什么说谎话的，对不对？谁是说谎话的？不是，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什么异己的，异己的，完不认子的，就没有你信神是因为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你信神是因为有用吗？你不认子，这里面就这个意思，完不认子的就没有谁啊？不认子的连谁都有了，也不都有了，也不都有。现在网上有一些人
现在网上有一些他可能就到极处了，他在那里发帖子，甚至发一些子不当发的那些帖子，他上面就说凡是吧不认罪的都是异端，他就把原来一书的一章的字拿出来，我如果认自己的罪，这就拿进来。这一段经文是因为给他犹太人写，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罪的，耶稣来就遭罪了，他就承不承认自己，所以他不需要救世主，他这个信是假信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没犯过罪，我手一把手完了。这里边还提到谁是说谎话，不是那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吗？不认不已死的吗？凡不认识的就没有谁，凡认识的别谁都有了。正确的信仰是必须认识才有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他的错误的信仰是什么？信神是一味的。下面呢，耶稣呢不是神，他不是神的儿子，不认他，不认子就没有谁呀？没有。所以他错误的信仰就是信神一味。你信神是一位是不错的，鬼魔也这么信，对不对？但却是恐惧，那种信仰是不对的。所以这个雅各书上提到，这个犹太人的信仰的错误就错误在这里，就说死也不认耶稣基督，不认耶稣基督就没有父，没有父就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还能有好行为？那好行为是圣灵更新出来的，但他没有子，圣灵就不内住。不耐住，他有没有父？没有过。所以这里面就强调认子的也父也有，不认子就没有父，对不对？他再强调行为又是病，再讲这些信心，但是雅各说你的信心是假的，你是虚张的，你是装大的，你是憋出来的，你是人性化的，你是规范出来的，你是自己在那守出来的，是肉体中间的行为，上帝要的是灵的行为，要的是信的行为，要的是圣灵更新的行为，要的是属灵的生命所产生出来的行为，要的是道在肉身中显现出来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只能对那些犹太人，你这犹太人想说你的信神行为，你信的不错，鬼也这么信的，魔鬼也这么信的，对不对？鬼魔也这么信的，却是恐惧战战，所以他们信没有用。有的人连魔鬼的信仰都没有，魔鬼那个加那格拉斯那个魔鬼一群鬼都一定是耶稣，只要我上面上帝就是耶稣啊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不要把我打成自己身边去，他都知道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啊。有的人都不信这样的，他信不来，一说他就把那个行为给加上，就把雅各书的行为往哪上套，往信徒脑袋上套，一个一个横讲的，你看你有没行为，没行为不能得救，你没行为不能得救，你也没行为不能得救，都不能得救，完事儿了。你说你做谁的工作啊？他有什么衡量啊？行为，雅各说了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？死的呀。雅各说这个没有信心行为是指外邦人说的吗？是指那些阴性真正阴性成绩的行为吗？雅各说的是谁的行为？犹太人的勇气，他不信主，光信神是一味的，对不对？你想看吗？你往下看就知道。所以这样的心，他里面没有怜悯人的心。他求人来了，他没有怜悯，一点怜悯心。我告诉你，你只管什么？是吧？你就像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的暖，吃的饱。却不给他们身体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？死啊！他没有怜悯心。但今天你里边有没有怜悯人的心？有没有？有。为什么有？耶稣在里面，耶稣在里面。我讲看十八节啊，从十
十八节读到第十九节，二十节啊，读到二十节，一、二。你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智慧，你看。好了，这里边就强调什么？强调什么？有感觉，没有行为，没有行为的信心。不，他为什么没有行为？我也说，他没有耶稣啊。这可绝对不是我强调你个人，你没有行为，你得有行为啊。不是强调人，你该怎么行？他里面没有主啊，没有生命啊，对不对？没有生儿子啊，没有生灵啊。没重生啊，没得救啊，对不对？他是强调犹太人根本没接受救主啊。光说信，他里面没有救主啊。他这个信法，对不对？他信的是神，他不信的是救主。他信的是神，他不信的是救主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。而圣经应许我们，有了神的儿子才有救啊。他没有信的子啊。这样的信仰能不能有好行为呢？上帝要求那个行为有没有呢？有没有怜悯爱人的心呢？这不可能有，全是假冒伪善出来的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。我为什么有行为？因为我信仰的是对的，我信仰耶稣基督，所以有行为。所以下面说呢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。你说你信了，你把你那个行为指出给我看，你那是没有行为的信心，你信仰是错误的，对不对？信神，信神所差来的，单单的信神，加上什么？等于什么？就等于这个信仰。现在看啊，单单信神加上守律法等于什么？犹太人没有行为的什么信心？听懂吗？能不能听懂？下面说，信神所差来的独生儿子，这样的信仰是有什么？有行为的信心。这样的信仰是没有行为的什么？信心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这个你直接就能看出来，直接一样都辨认出来。为什么雅各在得罪他？雅各为什么要得罪他？因为他这种信仰是一种外在形式的信，对不对？不是内在信心上的信，是一种人性端出来的信，并不是真正的信神所差来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而圣经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单单信神有没有永生？没有。啊，信神有没有永生？没有。你说我信神？没有。没有永生吗？没有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信神也当信谁？信我，信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父里边，父在我里边，你们也在我里边，我也在你们里边。这样的信神儿子就有永生。
不信咱儿子的得不着母子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外子，你将外子交在他手里的，信子的人有有，不信子的人有不了你的。第二笔来看这段经文，就是这么说的。所以任何人，第二笔三章三十五节。你不信，你光信神行吗？你不信子，神也不接受你了。必须接着耶稣，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们现在不是接着耶稣，而是直接信神，加了守律法。信神加守律法和信子，三十五节找到吗？外子，你将外子交在他手里，信子的人就有永生，不信。聊不了你，你把这个子给他强调出来，轻重的也给他强调出来。爱子，父爱子，你将外友交在谁手里了？他手里，他手里。那他是谁？耶稣，耶稣有手里。下面就说，信子的人都有生，不信子的人聊不了永生。神的震怒还藏在他吗？是啊，信神有没有永生？没有，没有永生啊。对。所以是家里人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父，没有神的儿子也不也没有，那根本就没有父啊。所以这样的信仰是假的，空洞无味的信仰，空洞假的信仰在这里。那么是别人污蔑咱们，咱们说咱们的信仰是假的，咱的信仰是实实在在信神儿子的。其实没有，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。对，是不是信的圣经，圣经就告诉你信子的人永生，他去信神去了。信神能得永生吗？我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第六节，想到父那儿去，你想得到永生，你都得信子。你不信你死定了，什么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什么看见他。你是必须借着信才能认识父，对不对？这是一首歌，会唱的诗歌，唱上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。”我是真理，他不说我是真理，他说我是道路，有路走对了。你不必接着我这个路，登天的接着路走对了，就讲真理，讲真理的人才得生命。你路走没对，你信神加个手臂把路对吗？对。雅各讲的就是犹太人这个路不对，对不对？对，错误的道路。他不要救世主，不要中保，信教的中保直接去跟神家祷告，神听他们祷告吗？以赛亚书明明就这么第一章就说：“你们多有罪，我也不听，因为你们有罪，你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把那罪消除了，没有罪的鬼才听你祷告，对不对？”对。那路都不对，光献虚无的供物，献了牛羊的根本不能除罪的，你必须把耶稣基督献来。我看到耶稣基督就不纪念你的罪愆了，你现在是牛羊鸽子斑鸠，这些基督永不能什么除罪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就已经证明，那些基督正因为不能除罪，所以那些欠这些
虚无购物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把锥子除掉。现在不对，现在是牛羊的血，鸽子斑鸠的血，所以永远不能除罪。那些替补永不能除罪，因此你还觉得有罪？谁觉得有罪的？觉得有罪的人，证明现在几乎不对。良心基本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。你的良心还没洗净，因为你现在几乎不对，你现在是牛羊血，你虽然人在深渊，你心在旧渊。你人在心愿里信的是旧约的心，你人在心愿里，但是呢守的是旧约的律法，你能好不能好呢？好的，那没个好，这属定了没好，没救了。这样人是没救了，他心里真的路都不对，路都错了。耶稣就说我就是路，他说我就是门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。咱能直接亲人祷告吗？为什么我们祷告呢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表明我在基督里对呀。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，在基督耶稣里有永生，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丰盛，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上帝的儿子，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义人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天国的赏赐，各样的赏赐都在基督耶稣里。所以跳出来，跳出去，信神加个属于吧。你说这条路灭亡了。是不是灭亡了？是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怎么死里面灭亡？你们若不见我，必要死在罪里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们不来认识，你们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”耶稣就直接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必须借着我，我在中间做一个中保。我你不借着我，父神不听你祷告。所以他是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说认识我，先认识我，对不对？你先别认识我，你们说认识我就认识我，你要不认识我，连父你都不认识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在犹太人的信仰，雅各所提是外邦人吗？为什么把那本经文拿回来对外邦人说？那时候就有糊涂的传道人吗？那糊涂传道人就把那本经文拿回来，我看你们没有经文，谢谢你的家人行文，是家人行文吗？你信仰正确，不用加，自然就接触行文。那四个树不用你就故意去加上，给它加上四果，它自动结出来的果，因为它是四个树，对不对？你只要给它浇水，不要给它太干掉了，浇给它施肥，它自然就结四个果。你给它减肥，对不对？结不结果那不是你的事，那四本身它就有那种性能，就能结出四个果，对不对？对。老树你向它结皮，它不太不能结。把它砍掉了才生结，对不对？狼你叫它生长，你把它打死还不带生长，它就是狼的性情，它就是那东西，它就得生狼了。狼生出来还是狼，毒蛇生出来还是毒蛇，那罪人生出来还是罪人，你知道？你知道耶稣来他都是罪人，对不对呀？对，啥都知道，啥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。对，好多的东西连啥都知道，那人都不知道。你说人怎么变啥了呢？这就主说的，那智慧变成什么？愚拙，愚拙变成智慧。有的人你说就这地方就能割，就能割的别过，就打个雅各书就叫别过。你说雅各书这多明显啊？明不明显啊？很明显的写给大家，信神而属于他，不是写给信奉神儿子的知名的人，不是写给他，对不对？很明显，这多明显！耶稣在这段经文里，我就是道、真理、生命，来选我这条路来。神的使者上下来在人子的身上，对不对？你接着我就是登天的梯子，你要能抓住我的梯子，一定能登天的。但你抓的不对，你抓的是影子，什么？你抓的是影子，对不对？是你是谁？也是你，你没抓住。你说你活不活该？
还活过来，就在你眼前绕了那么长时间，你给我抓下去。耶稣基督经过耶利哥，对不对？那么多人都没得到耶稣，只有一个得到，撒该。对不对？你撒该何找啊？撒该这今天没受罪，不受罪的去找耶稣的罪。那你今天找谁呢？祈求的就得到，寻找的就听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是不是？撒该今天活上了，那大胖撒该又矮又胖的，往前跑，墩墩的往前跑，一跑那脸蛋的肉都烂大光。他本来应当受罪的，他今天为什么人多了，他倒不去受罪，去找耶稣去了？我看看耶稣到底怎么回事。那人太高了，把他给挡住了。今天有多少人被人的身影给挡住了，他不认识耶稣了。是啊，现在净要不要就是在人前净是人的大高大的身影，把这个矮小的撒该给挡住了，是他不认识耶稣，看不见耶稣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教会中间要的要的很人手无法的，拿来压比路的箱子，是不是？亚当的无法保住裙子，叶子的裙子，对不对？全人的工作，人手的工作在教会中间，立人的立，巴别塔，斯大利的巴别塔，对不对？全是人建造的东西，根本就不是没看到神的手，神就在那人群中间掩埋着，耶稣基督就在那人群中间掩埋，被谁的身影给挡住了？哎，撒该，撒该，我这人大吗？我越过你们，超越你们，你挡我，能挡住吗？我要看神这个心是破戒的，我要寻找神必要叫我寻见，所以往前跑，越过人群。今天你是否有信心越过人群，超越人群，对不对？我拿好，你必须知道耶稣要从这个路上经过，对不对？你要不知道耶稣从这个地方经过，你白跑，白马跑，你要往相反的方向跑，越跑跑就快，跑得越快，越看不见不越不认识，你还以为是对的呢。但撒该知道耶稣必要从这个路经过，他往后跑，你看这撒路，胖乎乎的撒该，小孩干的事他就干，上树去了，对不对？上树是小孩干的，还被撒该今天变成小孩的，开始爬树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，断不能自己的功劳，对不对？有时候那胖子人一上树干四天，那裤子都凉了。上树，上树跟他说，他耶稣是啥人？不受罪的，他忘了受罪了，不受罪的，今天我就要看耶稣，什么我都不干了，对不对？”他就明知道耶稣必要从那个地方经过，那是信心所产生的果效。那不像秤啊，那税局长啊，那叫税局长啊，那当时的税务局长，那官多大呀？又胖了，就是税局长，爬树，别人看着也笑话呀，是不是？哎，他活着笑话，我为了得到耶稣，笑就笑，爱你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上树从树往下看，这多好！你的人再高大也挡不住我的视线。我现在从树上往下看，看耶稣，对不对？这是信心呐、啊！耶稣正好就走在那下面，啊，还有一个，撒该在树上呢。撒该，快点！耶稣说：“撒该，认罪悔改。”有没有？没有。认罪完了再说吧。没认罪的住啥呢？你要不住罪人家里啊，没认罪呢。你得道公认清啊，你把你所做的坏事都道公啊。耶稣住在你家里啊，谁教导的？谁教的？那教的人都三年。东北人讲的三炮的，大圣经没用完、啊。
他教的话是教的嘎了。教的嘎了啊，教的那个人都在那那人都不正。耶稣有没有说，大概你好好认罪悔改，我在我好处底下你。没有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撒该，快下来！那下来正是悔改，对不对？高地方下来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比主高啊，就下来，降临，下来，他就下来了。撒该有没有说，主啊，我下来行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急急忙忙是吧？歪歪兮兮的，都是虚的，对不对？急急忙忙从树上下，歪歪兮兮起来。我，你要住在我家里，那你就住在我家里吧。这要撒开，一顿下在那家里跪着呢，屁股朝天的认罪悔改，骚动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麻烦你这人，他自己麻烦，他给别人带来钱都麻烦。今天要不知道他不给带来麻烦，我能带着你回他哪儿？对不对？走一个地方怎么回事？走一个地方麻不麻烦的？麻烦，麻烦的。就是以赛亚书结束，要完就说，我都以为麻烦，天天陷在屈服的功夫，屈服的心，我都以为麻烦。谁向你们讨这些呢？那谁向你们讨这些？你们信的不正确，你要信耶稣就一信的。你就是艺人，就干净了，就圣洁了，神的儿女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简单一件事被人整麻烦，简单事被整麻烦，你说多麻烦啊？我这人故意把他简单事可以故意给你整麻烦，你看我多厉害，故意给你整麻烦，你是信不来才好呢。你们信不来，我给你整麻烦，你信不来才好呢。你们都敬礼天国呀、啊！这就是耶稣说，有的人把天国端给什么？别信别信主，我知道我不进去的，你们也不进去。有的人根本不是为了进天国，就是把这教会、把弟兄姊妹、把这神的道给混乱了，搅浑水的。有没有搅浑水的？有。那一信耶稣就有搅浑水的，对不对？又急着把那草给践踏了，又急着把那水给搅浑了，对不对？他吃完这草，吃完了之后，下面就急践踏了，你们下面后面就都践踏了，是不是？他喝完干净水了，他的水搅浑了，你下面喝浑水。其实神道何等的纯净，神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对不对？是。如同在泥炉中炼过的金子啊，切实切实干净的、纯正的，不需要人加添的。所以多处在这种店家里头，你天天你要加添，我就加添货品。你们当有的人加添，这个人加添那那群人一定不出神。你说多简单，撒该的悔改多简单，有没有麻烦？他说那不麻烦，我还不得劲儿了。我要不那么的天天的道通人情，我就不会找到了。你给我找吧，你给我找一句道通人情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那没有，那不是你不得劲了，而是你给你自己给你自己挖坑了。你给你自己找不自在的，对不对？你给你把那个神的话语，你用你自己的理性来想，把神的话语更改的，哪有啊？你说撒该多简单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，然后别人说，哎，那耶稣住在罪人家里，别人说了一句他是对的，连他自己都没说，他就是说一句话，主啊。我把一半分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就多少四倍偿还。别人给他认的罪，他自己说什么？我一半分给穷人，一半分给穷人，表明他有怜悯人的心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怜悯人的心？是他自己改的，还是主？这个住在他家里，住在家里，你家里就有怜悯人的心，对不对？不是人改的，是谁教的吗？你看谁教他改了？没有，是主教的。主当时告诉你大概你要这样你要那样，有说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他自动的心里就发出来，因为他接待耶稣，他里面自然就是有这种。
对？绝对不是别人教他，不是别人灌传的，不是别人在那什么，是他的，对不对？后来耶稣给他一声许可，给什么应许？你看哪一个罪人的悔改都后面不跟着，耶稣就给他一个应许，什么应许？今天救恩，是不是啊？救恩领不领到？领了，得救了，撒该得救了。耶稣就说：“今天救恩领到这家。”对，你也叫别人怎样吧？你要不道恒，你要不认清，你就不能得救。你得道恒十八个月，至少十八个月都是。你要没得到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得道恒认清十八个月，那坏了，那撒该肯定就去天国，因为撒该没道恒认清十八个月。雪漏的夫人也没道恒认清十八个月，对不对？你有罪的女人也没到过人情十八个月，那个摊子从房上跪下去摊子一句话也没说，还有那个有罪的女人一句话也没说，说看他们信心，就说什么小子，你的罪是平平安安的是吧？哪有啊？哪有他们编那些谎话呀？全是谎话，对不对？谁说谎话？圣经谁说谎话？你看这圣经怎么说的？家庭是你自己家的，上帝把灾祸下给你，你以为你进钱的，你以为那是领弟兄姊妹走一条进钱的路呢？实际上道公认清那是进钱的路呢。上帝说：“我把灾祸下给你，我叫你加添我的话呢，对不对啊？”对。所以我们要的。我们要清楚，我们不跟他们一样，他们愿意走，他们要往那路，那他们就走；他们愿意让上帝咒诅他们，他们就走那条路。他们觉得那是敬虔，他们觉得那是敬畏神，他们觉得完了那是你们，完了道不认清，当做今天是绝对的标准。谁要不道不认清，谁就是异端。等着瞧，看上帝，这回是异端。等着瞧，咱得等着。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什么？时间的，等时间的。那衡量这个人到底是讲什么？他讲的对是错？时间等到时候不会有发怒的那一天。你给人领错路了，是不是？牧人，那瞎眼的牧人把羊群领错路了，领到高岗上。领到那个旷野中间，领到无水的地方，领到没有生命的地方，全在大肉体里见，全在道中的肉体里。你那个道中肉体，那肉体怎么道中它是肉体？装大粪的蠢子，你怎么道中也不能装饭？信不信？道中，你道中那大肉人，你死着道中，那根本就没有你的话。简直糊涂透顶，这个简直的。你说弟兄姊妹啊，糊涂点，有时候还有情可原。当时不是叫弟兄姊妹，我弟兄姊妹也不能糊涂。我就说那传道人要糊涂，他简直了，他气了。那他怎么就糊涂呢？你看他就那么说，他那嘴他不走正道，那嘴都不走正道，那腿能走正道吗？那嘴歪，那腿就跟着歪，对不对？那眼斜，那整个那脸都歪了。我妈经常说一句话，就是马小放牛不往好草赶的，不往好地方赶的，那往哪赶呢？往那雷区里赶，往那枪炮那炮灰中间赶。我马小放牛不往好草赶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他的信心就不往好草赶，他不怕。他就把这些东西当做今天，他就当做一种金钱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人，达到他这个标准，告诉你你是异端，那你不认罪的，你不是异端啥呀？你是异人呢，俺都不是异人，就你们是异人，他就这么说。你问他什么样的进天国？
是艺人呢、啊、不会的。嗯，他是艺人，他是艺人听见过。那问你是艺人是对的，好是对的。这对人就证明什么？自己的嘴都定自己的什么？对。对。你信不信呢、啊？他是在定自己的罪。圣经说不义的欺负是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，唯有义人才能承受神的国。他说他是罪人，你说他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他自己就证明自己是不是义人的。是的，他觉得这样是敬虔，神就可以称他为义人，这样就是敬虔。那不是敬虔，那是耶稣说我就照着你的嘴所说的话来定你为罪，我照着你的嘴所说的话定你为什么义人。对，你自己就承认，又照你的信给你成就啊！你是因信成义的义人，上帝就照着义人待你。阿门。你是因信成罪的罪人，上帝就照着罪来待你，照着信给你成就，是上帝最讲理的。讲不讲理？讲理。你的信给你救了你，那你说你的信等信就等给你成就，对不对？是。你信什么？你信我是罪人还是义人？义人。你信我是罪人，已经被耶稣代替了，那你是义人。你信罪还在我身上，那你是什么人？对人。哎，最讲上帝最讲最讲理，最后看就看最后谁得胜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你来拼，我已经输了。天父感谢你，阿门。带领我们这一上午的时间，借着这一点的时间，把你的道丰丰富富地赐给了我们。阿门。我这群人在你真道上明白。阿门。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阿门。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明白你的话，阿门。因为今天不是我们够聪明，我们比他们不聪明，但然而用你自己的聪明赐给了我们，阿门。你用你的智慧装扮了我们，阿门。你用你自己的意志赐给了我们，阿门。今天我们在你面前，按照我们的肉体，我们不如世上的人，阿门。今天你却叫我们明白这么大的奥秘，阿门。你叫我们明白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是何等的向你感恩的。你叫我们知恩，所以因此我们感恩。那不知恩的人因此就不感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今天从世界中间呼召了我们，万民中间呼召了我们，使我们今天站立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见证。求你每一天都把我握在你的手里，把我们当作一个义的器具来使用吧。我们每一天在你的道路中间来赤手服你的真道，让我们每一天在你的真道上来赤手，让我们把你的救恩真传遍地极，更多的人得知你的救恩，万民都伏在你的脚前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祝福中国的饮食，你祝福你自己的饭食，现在祝福，接着饭食来祝福你自己的众儿女。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感谢你每一天把属天的灵粮